当梦的声音渐弱，琴，不要脸了，停下来。我当大提琴手丢人吗？未来阴影斑驳，人家这个手术出了这么大篓子，一样在医院里风生水起。我连我最敬重的老师都救不了，你还觉得我是个好医生吗？当然，只要找到并肩的你。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你是一名非常非常好的医生。追光的我，就能熠熠生辉。顾医生这个人极度的正经，横冲直撞是你，临阵脱逃也是你。你肯定是那种把一切尽在掌控的天才型选手。个头虽然小，但是脾气却不小，又凶又倔。你才又凶又倔呢。两个人在一起要相互支撑才能走完余生。顾医生，你别笑。精英独播剧场，3月15日晚8:20，余生请多指教。